各位同学，今天台湾历史文化第十七讲，我们讲授的主题是战后台湾到政府迁台。从战后到政府迁台的五十五年期间，台湾从日本统治过渡到中华民国的一省，大陆局势却在一九四九年急转直下，对台湾的关系由固台保台到迁台。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号。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十月二十五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今天的中山堂）举行。但是，随着国府接收官员的弊端重生，台湾人民从热情迎接转为心情冷却、忧心恐惧。最后，在关户一年四个月之后，就发生了二二八事件。 今天所要讲的重点包括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背景、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始末以及它的形势。第三，一九四九年政府迁台之后的政治发展。首先跟同学说明战后台湾的政治形势。战后台湾面临权力的真空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英美三国领袖在开罗举行。 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决定战后由中华民国接收台湾的大方向。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中英美三国在波茨坦会议再次重申开罗会议的条件必须付诸实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到了十月五号。 台湾出现一段政治的真空期间，在这段期间，台湾社会治安跟秩序面临严重的考验之时，台湾的地方领袖跟知识青年组织青年团体或治安维持会，负担起各地的治安跟秩序的责任。除了各地的青年团出现之外，民间团体也发挥了政治作用，成立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 筹备会由台湾金融业的先期陈新所发起，筹备工作包括制作国旗、指导民众练练唱国歌，在各地建造欢迎牌楼，营造欢迎祖国的新气象。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号，国民政府特任陈仪为台湾省长官、行政长官，兼任台湾省警备。 走私令。十月十日，台湾人第一次面临双十国庆庆祝大会，有四声代表、民间人士数千人参加。十月十七号，国府军队首批抵达基隆港，受到民众夹道欢迎。十月二十四日，陈仪挥抵松山机场，用国语广播奉行六大信条：一不撒谎，二不偷懒，三不揩油，四激发。 荣誉心五，爱国六，责任心。他说：“今后当依此训练，努力建设新台湾。”十月二十五日，正式在台北工会堂举行受降典礼，会场外,外面万民空巷的盛况，民众群情兴奋。林献堂于当日台湾光复庆祝大会的致辞，他说：“此后我等应亲爱护士 协助实现三民主义之心，台湾。台湾的知识青年、四身贤达及社会民众以极度欢迎的心情，热切迎接国民政府，也编织着台湾未来美好的憧憬。当台湾民众编织美好憧憬、憧憬的时候，台湾社会却渐渐失控，原因何在？我们先看行政长官公署的设计。当国民政府接收。 台湾保持着统治者的地位心态，设计出跟中国大陆行政体系不同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台湾行政长官集中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大权于一,一身，大权揽握之下，因此产生了很多的失控及问题。底下跟同学说明问题的所在。 第一就是政治资源的分配不公。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以台湾没有政治人才为由垄断了权位。战后大陆人取代了日本人的统治地位，而占台省高级公务人员之中绝大部分，除了垄断权位之外，许多机关单位充斥着迁亲引妻的作风。 结党营私、舞弊的腐败政治，让台湾社会精英失望叹息。第二，接收日产变成接收，随着陈仪政府接收以及行政的措施，来台的接收人员热衷于贪污发财的五子登科。所谓的五子，指的是金子、房子、车子、女子跟位置。陈仪率领的行政。 官僚与台湾社会脱节，又欠缺行政效力，因此处理庞大的日产，大部分落落入陈仪成立的经济机关，或者被非法掠夺据为己有。国民政府却视日产跟物资为战利品，是和日本作战牺牲换得的报酬。第三点，统治经济的剥削，陈仪接管台湾之后。 经济全面的统治政策，将日本人所留下来的两百三十七家公司、企业、六百多个单位全部纳入统治之列，还有许多物资，像盐、糖、石炭等等，由专卖局之外的机构例行统治。这种专卖统治措施。 连台湾的特产、煤、糖、食盐等等的销售，都由政府控制，引起台湾人的不满。贸易局是另外一个统治经济的机构，垄断了全岛工农产品的销销售、输出。凡是能够盈利的输产、输产品，几乎全由贸易局统治。行政长官公署所控制的是一个。 极大的经济王国，又没有有效的效力，公正的管理，经济控制变成贪污的现象，加上加深了台湾的经济危机，导致于社会变成通货膨胀跟物资的暴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正式通告，严禁中央政府法币在台湾流通。 由于发行的纸钞太多，钱币的流通暴增，物价跟着飞涨，恶性循环形成通货膨胀，物资缺乏。因为通货膨胀引起的物资暴涨之外，实行统治经济，造成工商业发展受到限制。加上战后遭受到破坏的工厂设备，致使战后各项的生产陷入低潮或者停顿，物资。 短缺，商人囤积哄抬，严重的缺缺粮、米荒，经济不景气，百夜萧条，失业人口增加。第五个是军军警纪律的荡然，以及治安的失序。台湾在日据时代的治安良好，生意买卖不作性，讨价还价，店东童叟无欺。但是在祖国，其实军队。 其实，军队登陆台湾之后，经济败坏，和台人言里的隔阂、沟通的困难，常发生军警作威作福的不法行为。经济的淡然、警力的不足、难以管控社会治安，导致犯罪跟动乱增加。台湾经过日本五十年的统治，工业化程度远超过大陆。 教育普及化受到肯定，社会文化的提升，生活品质的改善，比如说不卫生、不守时、不守信用等等的传统恶习渐渐驱除不少。但是在来台的大陆人的眼中，感觉到台湾怎么到处充满着日本东洋味的习气，浓厚的东洋味让大陆人士感到不自在跟排斥的心态。从对生活习 习气的反感，进而产生对台湾人另眼相待。台湾人受到日本人的教育，日本人的殖民教育使台台胞轻视祖祖国，敌视敌视祖国。台湾人对于大陆人欠缺现代知识的生活习惯，也难以接接受，甚至产生鄙视。生活品质跟价值观的落差，也让。 台湾人大开眼界，失去对祖国的期待，转而失望、心灰意冷的那种看待。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由于上述这么多的原因，再加上起地失烟事件引起悲剧的开端，因此导致于二二八的发生。底下就跟同学来说明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线。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专卖局查缉员因查获烟贩林江麦的私烟，并且想将他全部的公私烟以及现金加以没收，林江麦跪求抱住查缉员，遭受到查缉员用枪管打伤头颅。目睹的民众愤怒之下将查缉员包围，查缉员见大事不妙，慌忙逃走，但群众紧追不舍，情急之下。 为了脱身，于是呢开枪误杀了市民陈文熙。查气烟逃到永乐町派出所，后来转到警察总局。于是呢，由于查气失烟引起的伤人杀人的事件，点燃了酝酿一年多来的怒火。群众烧车包围警察局、宪兵队，要求立刻处决凶犯。在得不到满意的答复。 情况之下，群众久聚不散，终于引发了二二八事件。二八事件的经过，在二月二十七号晚上所发生的延缓弃示事件，在隔天早上，民众群起沿街抗议，通告巴士、市民商店立刻响应休息。下午一批请愿的。 群众准备到行政长官公署，还没有到达之前，却遭到机关枪扫射。公署的开枪事件是局势恶化的关键关键所在。公署开枪，激化了民官民之间的对立，同时将战后所有累积的省级矛盾爆发了。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多，民众。 聚集于中山公园，也就是今天二二八纪念公园，随后占领了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号召民众起来反抗政府。第二天，前台各地先后得知台北发生二二八事件，整个乱世就从此开始蔓延全省。警备总部警备总司令宣布戒严，并且派遣。 武装军警巡逻市区，开始开枪扫射，不少民众学生因而上升。由于官民冲突的激烈，地方士绅跟民意代表也出面谋求解决之道。原本要求逞凶的治安事件，逐渐提高为政治行动。这场台北的政治风暴将台湾省一一卷入，而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都是这一场政治纷争的主角。三月一日事件扩大之后，由国民参政员、省参议员等等民意代表组成的弃烟血案调查委员会，要求解除戒严令、解放被捕的市民、官民共主处理委员会，并由陈仪向全省广播，陈仪全部接受，并且定名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这个处理委员会在官方运作的组织规模之下急剧扩大，成员阵容加入了商会、工会、学生，甚至民众代表、行政长官公署也派员参加。各方人人马进入处理委员会之后，陷入了纷争，反而难以发挥的解决问题的功能。三月三日到五日，全省各县市处理委员会纷纷成立之后。 公署权力已经被架空，因此对处理委员会的要求都答应。处理委员会一面强化本身的职职能，一方面又展开宣传的工作。三月六号正式在中山堂成立大会。委员会决议通过王天登所提的三十二条处理大纲外，再增加十条。委员会随即派遣代表。 向公署申请，正式提出四十二条要求，但都被陈仪拒绝。这四十二条要求后来成为反抗中央、背叛国家阴谋的罪证。陈仪对于处理委员会提出的政治改革，表面上只尽量接纳改进；对处理委员会委员声称中央绝对不会对台湾用兵，事实上，陈仪早向南京的中央。 球员出兵，蒋中正在三月五号决定派兵台湾，整编二十一师在三月八号也在基隆登陆，开始大肆扫荡，进行报复性的屠杀。十日，陈仪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及一切非法团体，于是各地参与活动的人士，尤其是重要干部，纷纷成为被捕、杀或追击的对象。 台湾消失的社会精英，这是一个历史伤痕。国军部队登陆吉隆之后，杀戮扫射，当晚进入台北市，进而往南挺进，各地展开绥靖行动。九号到十三日之间，无辜的民众伤亡伤亡惨重，财物受到军队的劫掠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军队借这个绥靖之名进行镇压的过程。 实际上是一场大屠杀，许多处处理委员会的成员、报社的主管、社会的名流都被列为叛乱首犯，纷纷遭受到逮捕，未经过审判进行杀害。比如说，台湾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林茂生被情报局人员带走，一去不回不复回。著名的画家嘉义嘉义市的参议员陈陈成坡，因为担任和平使到机场。 和军队交涉，却遭到逮捕，最后在嘉义火车站前公开遭枪毙。台湾的本土金融家陈勋在病榻中被刑警带走，一去不回。台南的律师汤汤德章被捕，被捕遭环绑悬吊行刑球一夜之后，被押上卡车绕街后枪决。今天。 台南市的汤德章纪念公园是他枪决之地啊，这些都是台湾社会精英大部分不曾参与任何武装暴动，却在陈仪当局有计划的逮捕之下，成为受到整肃、下落不明、惨遭杀害的冤魂。经过血腥镇镇压之后，全岛在十三号完成全局所控制，交通逐渐恢复，地方安定。 十七日，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来台，随即展开清乡工作。在清乡期间，台湾受到充斥的肃杀之气，各地不断有被捕、枪毙、被罗织入狱、遇遭陷害、恐吓等等的情况发生。清乡的时间很长，几乎可以延续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国民政府撤撤退来台，与白色恐怖时代相连接。 一九四五年的台湾光复是台湾海峡两岸的第一次统一。统一之后发生重大的二二八事件，主要症结在于海峡两岸彼此间隔阂太久，适应不良。从统治的观点来看，它是一场关闭民反、民反官押的轮回事件。之后，台湾人这个噤若寒蝉哦，受难者家属默默默承受，有些远走海外。经过四十年的。 黑暗无人问，问之后，一直到一九八七年，才有民间团体成立的二二八和平促进会成立。行政院也在一九九一年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以及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民国八十四年二月二十八号，李登辉总统代表政府对当时的施政已造成伤害表示道歉。当年三月底，立法院通过。 二,二八事件补偿条例将二二八二月二十八日定为和平纪念日。接下来跟同学介绍的是关键的1949年，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大陆军事形势恶化，蒋中正总统已经开始着手台湾为根据地。首先发布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中国国民党台湾省省党部主任委员。三十八年五月。 蒋中正总裁协同蒋经国到台湾视察。十二月，政府迁台之后改组台湾省政府，以吴国桢出任省主席，蒋中正总统副职。政府改组以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台湾政治建立在党国强势的威权领导之下，在关键的时刻，强势强势的党国领导。 台湾自一九四九年进入另一个政权体制。底下跟同学讲解一下新政权的统治特质。第一个是威权体制的政治。民国三十八年正式迁移台湾，隔着台湾海峡与中共对峙。迁台之初，台湾呈现了风雨飘摇的景象。的景象，党政军体制急需重整，以求政权的稳固。 数十年来，由中国国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形态，常常被视为威权主义。当中国共产党席卷中国大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国民党的挫败却采取消极的政策。国民党在台湾陷于孤立的威胁之际，企图从蒋中正所树立的领导威望，从分崩离析中重整建立威权体制。因此，在 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号宣布戒严令，依照戒严令，将所有重大案件均交由军事法庭审判，限制人民集会、出版等等权利，还有党禁报禁，为名来维持社会秩序，实际上是稳固一党独裁的威权党国体制。国民政府前台針，针对施政方针。 也把台湾建设成一个反攻复国的基地，因此在台湾进行各项的军事、军事跟经济建设，并且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取代了宪法作为根本大法，通过了总总动员令进行经济活动的管制，限制黄金以外币流通跟买卖，供农商团体不得罢工，各种社会团体的成立以及活动均需要。 登记报备，建立严格的社会控制机制，威险体制的基础得以树立，国家权力因此高涨。第二在推动政务、党务的改革，有关政务的改革方面，相对于中央政治体制的专制，地方政治体制则不同。政府推动了地方的政治改革，透过地方自治，以地方。 选举，争取人民对政府的支持，鼓励人民对于政治的消极冷漠，积极的参与，合乎宪政民主的理念，扩大民选公职人员的民意基础，认同对威权体制统治跟个人领导。至于在党务方面，蒋中正发表《国民党改造纲要》，强调谋求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自由、政治的民主。 经济的平整，世界的和平，然后呢，他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党的改造目的在整顿党务，改组地方各级的党部，重新办理登记，清理党员，党员归建，进行党员改造，落实以党治国，以及建立领袖的权威。有关突破外交孤立方面。 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国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声明国民政府的失败，美国方面已经尽支持的义务，意图摆脱对华政策失败的责任。这份白皮书的发表，造成国际观瞻以及民心士气的影响，对国民政府的沉重打击。政府迁台以后，美国对华仍然采取袖手旁观的政策。 三十九年一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美国无意在台维持特殊权益或建立军事基地，不会以武力介入中国内战，同时也不会提供任何军事援助与意见。美国的态度说明了中共攻台与美国关系一点都没关系，却让台湾遭受到中共攻击的威胁大增。 美国对台湾毫无信心，完全无视于台湾内部稳定的局势的努力。当此时刻，局势万分险恶之时，一九五零年六月发生了韩战爆发，台湾形势顿时有了转机。美国随即命令第七舰队防护台湾海峡。 将台湾地位中立化，解除了台湾外在的武力威胁，同时美国也再度供应台湾各式的军事装备以及经济援助。美国政策的转变是不愿意因为韩战的扩大导致国民政府借着参战而反攻大陆，基本上所看重的是台湾在黄堵共产主义上所具有的战略价值。 三十九年七月，美国正式任命南钦为驻华公使。四十年四月，美国顾问团、美军顾问团成立。外交形势好转，使国民政府更能专注内部各项的辛革，快速稳定台湾的局势。第四，稳定的经济发展。 随着大陆局势的逆转，中央银行库存于上海的黄金、白银、外币总值约有三十亿美金。早在撤退之前，已先运到台湾。大陆居民大批涌向台湾，资金也随着移入。银行为了应付短期由大陆流入资资金的提现，不得不增加发行大额本票。这样的变相增加。 发行的结果造成通货膨胀，于是市面上充斥着大量的资金，抢购市场，物价暴涨，通货膨胀使得民生痛苦，不但影响生产，并造成物资短缺，恶性循环的结果，通货膨胀更加严重。此外，从大陆撤退来台的大批居民，短时间人口激增，粮食物资的需求量增加，加加重了物价上扬的压力。 当时物价上扬的速度跟幅度都非常惊人，有一日三市的说法。自大战结束到一九四九年间，物价竟然涨了将近七千多倍。面对沉重的经济压力，三十八年七月，政府成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鼓励恢复生产，不分公营民营，生产事业只要能生产。 国防民生所需物资皆获得该会的协协助。其次，实施币制改革，首先在三十八年六月改革币制，发行新台币，以黄金、白银以及可换取的外汇之物资做准备，发行额以两亿为限。新台币一元兑换旧台币四万元。此举不仅开放，开启了新的货币阶段。 为了避免以中国大陆货币的兑换使新台币的币值难以稳定，并停止以中国大陆的汇兑往来，使新台币渐趋稳定。新台币的发行，正式切断了台湾两岸的财经联系管道，台湾摆脱了中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 台湾政局稳定，中华民国纳入以美国为首的反攻阵营，确立了两岸分治的格局。反共成为日后台湾数十年的主主导，台湾军事、外交跟内政的最高原则。今天第十七讲的讲授课程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同学的收看，下回再会。